今天呢，跟大家谈修金刚圣的四个重点。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金刚圣呢、是很殊胜的，这个修法是有实际上的，有实际上的这个修行的方法。整个金刚圣来讲起来啊，它的这个源流啊是非常悠远的。那么金刚圣的祖师啊，他们成就也都是很伟大的。与曾国宗来讲起来啊，曾国宗本身呢、这个虽然是由我本人创立，那么我自己本人呢、是实修密法。真正的这个进入这个整个三昧里面，金刚圣的三昧里面，也融入这个比如圣海，这个华严啊，这个华严大光明藏海里面，可以讲起来也就是一个寄生成就。你这个时候啊，你已经得到寄生的成就了。那么我们曾国宗啊，这个所有的历代的祖师，像这个白教的祖师啊，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，黄教的祖师啊，图登达尔吉上师，红教的祖师啊，了明和尚，花教的祖师啊，沙迦真空上师啊，他们也都是大成就者。那么我本人呢，也曾经呢、跟这个莲华生大士啊，直接在定中啊去学法。那么也我讲过了，被金刚萨埵啊提到虚空之中啊，教授这个灵触法。在我最早的时候啊，我刚刚啊得到天眼的时候啊，也有这个三山九虎先生直接来传授我所印的。那么这个传承呢、可以讲起来是一个很大圆满的传承，有虚空界的传承，也有人间的传承。所以在密教啊，金刚圣里面呢、他讲到第一个要点呢、就是不动。那这个不动啊，不是不动明王啊，不是讲不动明王，而是叫你有不动的信心。根本上讲起来，你进入金刚圣，进入真佛宗，你自己本身就要信心非常的坚固，就是要不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确实有实修的材料啊，确实有这么多的成就者啊。以白教来讲起来啊，从金刚池啊传给这个帝洛巴，帝洛巴传给那洛巴，那洛巴本身呢、这个传给马尔巴，那马尔巴传弥勒日巴，弥勒日巴传甘波巴啊。大家看过这个弥勒日巴传，弥勒日巴的成就很伟大的，真的是大成就者。我们本身呢、真佛宗的真佛密法里面呢、其实讲起来就是所有密教的经法，你将来你也可以修成弥勒日巴的，一样可以修成大成就的。所有的这个啊神通任印呢、所有的金刚三昧啊，所有的这个红光啊，你都可以修成，一样可以成为菩萨，成为佛，成为金刚护法的。这个都是一种很大的实际上的成就。那么修行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要诀，就是要定心啊，不动就是定下心来，你好好的走这一条路，这是一条光明的啊大所印的这个大道啊，光明十住大所印的一种大道，往前走就没有错的，必须要有信心。那么多的祖师给你证明呢，
活菩萨给你证明呢，这大日如来给你证明啊，像以卢师尊来讲起来，那么师尊真正虚空中的传承呢，是大日如来火眼活母这个莲花童子一直传承到我的。那这个虚空的传承呢，非常的这个珍贵的，也有人间传承，也有虚空的传承，这个是大圆满的传承。我们生活中是大有传承，大圆满的传承，那大家必须要有这个信心呢，你有这个信念啊，有这种信念，你得到这些法以后啊，你精进的往前走，就一定会成就了。那你修行一定会圆满，你将来啊，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证明，很好很好的这个接受啊。由于啊，这个密法是非常珍贵的，那么更由于祖师的成就给我们证明，所以大家必须要有不动的这个信心，不动的信念。接着呢，我们谈第二个这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呢，是经验。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你会产生一种经验。因为密教啊，是实验室，是实验室。密教讲的是实验室，不是在上课。啊，上课一般来讲是显教啊，在教室里面上课。这个老师讲你听，但是你真正去做的时候必须要产生一种经验，因为你修行啊，产生一种经验很重要。祖师的很多心要口诀啊，传给大家，你拿到这个心要口诀啊，你去修行的话，你去修法的话，会产生你自己的经验啊，这一点很重要啊，这一点是很重要，你会产生你自己的心要口诀，你自己适合怎样子才能够入定，你自己经过磨练以后啊，经过实际上的实修以后啊，你会产生你自己本身的经验，这就是你自己的心要口诀。啊，我们会得到这个啊卢师尊的口诀，卢师尊是怎么样子入三摩地的，他有他的一个经验讲给你听，你去做了以后呢，那么你也可以从当中吸收所有历代祖师的经验，然后呢产生自己的经验，消化以后变成自己的经验，就是你自己的心要口诀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就是第二点，就是经验。有些人的经验呢，心要口诀不一定适合在你的身上，所以以前那个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啊，你把它记下来背下来，但是你回来自己做的话，发觉你的方法更好，这就变成你自己的心要口诀，就是你自己的经验啊，这个就是第二点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不动的信心，第二点呢，你要有产生你自己的心要口诀，由历代祖师啊教给你心要口诀，那么你自己认为哪一套最适合你，这就是变成你自己的心要口诀啊，这是第二点，今天谈到这里。 Om Mani Padme Hum。